欢迎来到巧手之城。啊，有人结婚了！今天是白潇洒的大喜日子。我们的新娘准备了一个单身派对。欢迎易容师陈娇。陈娇老师呢，毕业于美国特效化妆学校，曾经参与过数十部影视剧的特效化妆。新娘的好朋友进行了一个改头换面，是小白未来媳妇儿的夫君。姑娘，钟小华的肚子有点可疑。王伟是个男神，我觉得他鼻子有问题。这就是武侠小说里写的易容术啊！怎么这么笨吗？艳红老师的首饰作品。艳红老师呢，是一名古风造型师，擅长用最低的成本做最美的饰品。他用铝做成这个东西其实很难的。楠楠，兄弟会骗你，女人会骗你，但是姐姐不会。你不要逼楠楠，楠楠，这事实已经明摆在这儿了。天生有理，谈有理，两个人就像二人转一样，在这儿，整个就扭起来，就是他，就是他。欢迎出席白潇洒婚礼仪式。你们看到一切都有可能是巧克力制作的。那个树叶，马卡龙的架子，我选吃梵高的画。现在只剩下最后一次机会，老师厉害，一定要吃到一个。我不玩了，我不玩，你们玩吧。我已经疯了，这个太难猜了呀。给甄别的最少的那一位巧手可以获得本期的最佳巧手。哎呀，有纸巾吗？我有点激动。